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本期的欢乐集结号，我是董凯。在电影《天下无贼》中，葛优有一段话非常的经典。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现在看来呢，葛优的这段话呢，还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就拿校庆们来说吧，几乎每位都有独家秘技在身，那就是绝对的有才。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，你才老年痴呆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了。戏演得不错啊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？太老了。孝星财富榜榜单第一人，具有雷人口才的超级售楼员蔡小姐。有人吗？你好，我是蔡小姐。你少来这一套。为什么呢？我是这儿的业主，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，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。可物业让我找你们呀。为什么呢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，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。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？对不起，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。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，这都快过年了，怎么还收麦子啊？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。哎，他们能快点回来吗？啊，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，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。为什么呢？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？你能行行好，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租房子吗？为什么？你看合同吧，翻到第5页第55条。不是哪有55条啊？给你。干嘛呀？在缝里。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，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。哎，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？不会的，您的产权只有70年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。行了，你说这些话谁信呢？啊，我买房子的时候，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，在哪儿啊？在院子里呢。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，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。哎，您别着急呀，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。什么？大树了。还有啊，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，池塘里边游着鱼，鱼呢？天鹅吃了。不是，那天鹅呢？吃饱了飞了。哎，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？这巧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，你们送了吧？您买了吗？什么叫我买了吗？您没买，我们怎么送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个送啊？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，我们给您送家去。这么个送啊？你们这是欺骗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呀。上帝你好。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。爸爸你好。爸爸你疲惫了吗？你叫祖宗也没用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，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？反正我也卖不出去。您喝水吗？我不喝。为什么呢？又来了。您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是蔡小姐。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。这不刚看了广告吗？家具是赠送，不是家运送，不是赠送。你让天鹅吃了，天鹅吃饱了飞了，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。有病吧？他那个
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？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，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，好吗？你女儿都没法工作了，爸呗。爸爸？不，这谁是你爸爸呀？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。你才老年痴呆，你又糊涂了。没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一套在不在？报纸啊？什么什么啊？啊？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。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，他嫌太贵了。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？对，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。巧了，多好的老人呢！是吧？老人越是这样，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。你就让我看什么呀？这上面不是让您看的啊，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。啊，你早说呀，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。我不是老年痴呆。不是。没，记住，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，得顺着。瞧我的。您放心，这房子我肯定不买。这就对了。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？对。啊，不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上后边瞅瞅去。你千万别上当啊，爸爸！大兄弟，我真不是他爸爸。大哥，您是我爸爸。大兄弟！哎，房子这就卖出去了。哎呦，谢谢您的帮忙，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！戏演的不错啊。我是你爸爸，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？太老了。好，行，你演戏是不是？你演我也演，我今天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。我今天吉祥物，你热了吗？我给你扇扇吧，你别生气，吉祥物。是售楼处不？你好，我是蔡小姐。能打折不？不能。没问你。你是经理吧？啊，他不是。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，还加三呢。小蔡，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，你被解雇了。为什么呢？拍马蹄子上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先生啊，眼光不错呀。我是这儿的经理啊，我们的房子不卖了。不卖了啊？不卖了，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？老年痴呆呀，吃饱了疼啊你！先生留步，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。说吧。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？咋回事？因为他要涨价。啊？我没想涨价。那你卖给人家呀？我不卖。为什么呢？不，为什么不想卖？还是要涨价。我没想涨价。那你卖给人家？我不卖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涨价。说实话了。不，我没想涨价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卖。别吵着了。说你呢，奸商！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。看准了，就那价。两套全款，敢涨一分钱告你去，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？大兄弟，奸商闭嘴。这里的三楼四八万，这里的房子要卖完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。水了，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？哎呀！
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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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可找到了，这房子可太好了。漏成这样还好啊？当然好了。不是，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？漏成这样住人啊？你老年痴呆、啊？我当库房。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？您知道我是干嘛的？干嘛的？倒腾海鲜的，全是活的，离得开水吗？手雷给你打听打听，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？绝对不收。四套。